大家好，我是网工，我现在来到的是平台下面的步道，我来这边挑战一个关于厕所的禁忌故事传说。我之前有说过避难的鬼故事嘛，也有上来挑战过半夜不要在山里面说鬼故事的这个都市传说。避难也是大家众所皆知，常常闹灵异事件，有很多人溺死，甚至是这个潭是一个阴阳界的交界点。之前呢，就是因为有网友跟我说他在避难这边里面的公厕发生了一件这样子的故事。嗨，我叫小四，是这样的，遇到鬼的那一天是一个我意想不到烈日高照的大白天。由于那一天是边走边拍，所以有幅照片。之前因为朋友有在碧潭拍夜景，我们才知道碧潭上有个碧潭幸福乐园。那这个乐园已经荒废了，现在也传出非常多恐怖的传闻，所以呢，我今天才跟同事一起来，想要一探这个幸福乐园的真面目。想说白天来应该不会遇到危险的事吧，不过当天云层却意外的厚，也还是适合拍鬼屋的。而幸福乐园就在吊桥旁，有一条碧潭路，旁边有一条和美山步道可以通往幸福乐园。虽然那里是鬼屋，不过在地人还是一如往常的爬山。沿路上去之后会遇到一个小岔路，中间有一条路只有机车跟行人才可以上去。我跟我朋友停好车之后，就开始了今天的探险之旅。走一走就看到这个，这里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有佛堂呢？好像真的有点可怕。而且看看旁边地上的龟裂，也就知道这里荒废了多久。如果可以骑车进去该有多好。朋友在一旁碎碎念，我说白痴哦，你会吵到森林啦。我跟朋友走啊走，上来到了一小块空地，似乎这里就是幸福乐园的遗址了，但很多的游乐设施已经都拆掉，倒是没有什么好拍的，只好搜寻角落有没有可拍物。远远就看到 一堆金子烧过的痕迹，就好像闹鬼一样。而我们继续往前走，就看到一个水池，如果有人说这个水池可能有人溺毙死在里面，然后里面会伸出一只手，我也是会相信的，反正谣言不是都这样造成的吗？而这水池里也有一张椅子丢在里面，所以水池大概有70公分高。就在这时，朋友发现了一个东西，大声叫我过去。哇，这绳子不知道有什么用途，其实不太像是上吊的绳子，不过在这里出现的确会让人有一些联想，光这绳子一定又是一堆鬼故事吧。而另外一排人在拜拜，似乎这里就是这样的全貌了。但突然我看到了一个喷水池，我们立马跑过去看。哇靠，这个白天看起来也还是真够吓人的，不知道哪个家伙喷漆在他脸上啊。而且这里废弃这么久，他还可以活唧唧这么久，真不简单。你看一下。朋友这时候突然叫住了我，跟我说尿尿小童握着他的鸡鸡朝向的那个地方有一条通往树林的通道，去看看啊。朋友的石兰也驱动了我的好奇心，我们两人就这样子走入了那个无人小径，顺着一路往下发现了一间无人的流动厕所。就在我们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眼前的厕所门突然自己缓缓打开了，我与朋友同时看到了打开的门内有一个倒吊在天花板、头发飘逸垂降的女子，背对着我们，听起来像在哭，而且嘴巴还碎碎念的说：“救我！”此刻我突然感觉周围的天空暗了下来，身体出现剧烈的压力，呼吸困难，周遭的空气凝结，仿佛时间暂停一样。下一秒，我眼前一片模糊。接着回过意识时，一切恢复正常，厕所门也跟原本的一样，没有打开过的痕迹。所以当时我跟我朋友对着空气磕了无数个头道歉，说不敢再来打扰了，之后就快速离开现场了。希望网狗可以去看看，顺着和美山步道的楼梯往上，就会看到厕所，你会有新收获的。今天就是在这么多种种因素下来挑战看看网友发生灵异事件的这个厕所半夜的禁忌。
第一个进阶上厕所的时候，如果感觉到有人用手轻轻碰你的脖子后面的话，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反应，也不要用手去摸，否则你会把你自己的头给推下来。对，我知道很夸张，我是觉得这个不会成功，但我等一下也会去上上看。第二个上厕所不要做的事情，就凌晨两点钟的时候，千万不要边上厕所边爆粗口，因为这样会被一种叫做色情鬼的恶灵给附体，做出你不知道的事情。色情鬼简单来说是怨念最深的鬼，那有兴趣的话可以下去看下面这个资料。第三件，半夜不要在厕所做事情，千万不要面对东北方小便，因为那个据说是鬼门的位置，不然你有可能会中邪。对，我等一下就是要独自一人上去碧潭的这个山上挑战看看这个肚子。有和美山步道的山内在这个吊桥前面，那我即将要出发了，往这个和美山步道进发 ，Go！ 现在就是这么黑，那我还要躲到他的厕所，挑战那个传说，入七五什么意思啊？现在到草丛区了，觉得我这样一个人上来，害怕的比较不是，比较怕会遇到坏人。我们现在一路走，走到第一个，停！我差点跌倒。还走到第一个平台了，是完全没有人的。规定和美山步道禁止引来外来动物，绿鬣蜥。就经过这个平台后呢，前往前面的树林啊。我现在这样照，只有看不到前面的路，前面的路是长这样子的。一切就是如此的漆黑，风越来越大。哎，有岔路，是往上还是往下？我去他的公车的话，记得是往下。相信自己，希望没有走错。怎么越来越往下？这样子的路对吗？问号问号。哎，那有一艘小鸭船呢。大家。恭喜我，原来我没有走错，我好像来到这个公车了。哎，厕所呢？哎，奇怪，我记得之前这个地方不是厕所吗？然后大家记得这个地方吗？今天我在这边做，不要半夜不要讲鬼故事。然后这边是厕所啊，还是厕所？再上去一点，我们再上去一点看看。很明确的厕所，跟大家讲，我现在心理压力真的超大，大到一个极致。你看前面，超黑，超恐怖。对，我们继续走吧，寻找厕所。哎，这里有一个平台，那厕所是不是在这？我靠，剧院，有点恐怖。现在位置，太白楼。我觉得很恐怖哎，还是我在那边坐着挑战看看都市传说之类的，然后厕所的都市传说我下去再做。好，来吧，听地狱之歌都市传说。那我现在就过去那边坐，然后播放托米诺地狱之歌，看会发生什么状况。突如其来的一个改变计划，其实是很恐怖的。这不是我在讲，这我觉得好 OK。对，我现在即将开始播放这个音乐，开始。听得到吗？
喂。啊？你没有打给你啊？真的假的？有脚步声，有脚步声。你有听到脚步声吗？对，我在拍片。对。那我先离开。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